今天没事，准备开着我的豪车出门去耍一圈。放了几天没开啊，这轮胎都已经生锈了，看到没有，全都是锈迹，四个轮胎都一样。这边上挂满了这些花，特别是这个车头特别严重啊，这怎么搞？要把它吹下来吗？到时候这个雨刮一刮，会不会把这个雨刮给弄坏呀？这边全是啊。过来虎门20多天了，没有找炸毛玩过啊，今天过来找炸毛玩一下。突然发现这个路有点窄呀、啊，看到这个墙边没有，都是被那个刮痕了，不知道是被车刮的还是什么刮的，反正全都是刮痕了，我就不开进去了，叫炸毛说来接我，我就找个位置停一下。炸毛，江总好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，想念你了，想念我啊？是啊，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过来这边上班啊，没办法呀、啊，哎。本地人要上班的吗？本地人也要干活的吗？那我车停哪里啊？你车从这里一直走，然后底下我还开进去啊？你肯定要开进去啊，上面我那朋友也是开进去啊。嗯，刚才一路走进来，发现这条村子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，全都是那些工人在那里，看到没有，全部都是拆字。听我朋友说，这整条村子都要搬迁了、啊、还这么新的楼房啊，就要拆了，又产生了一批千万富翁，全部拆掉。这个应该也才建了没几年，这个房子。住在这条村里面的人，有我们广东一句话叫做“打败家都唔使要啦”。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捡这个来起火的，有多少人烧过火的？这村里有没有认识的人啊？没有啊。叫阿叔找条船来玩一下。等一下，问前面那个阿叔借一条船来玩一下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。那个阿叔说等一下要出去起网了，所以今天出海失败。这屌毛带我来香蕉地，后面还有两个美女。棍子来的呀，没刀啊，等一下人家要说我就说是你砍的啊，认准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、啊、你真会玩啊，带美女来香蕉地啊，你真会玩。没事，他说拿我吧，江总你来吧，你就让他掉地上就 OK 了嘛。烂了，妈的，他不要了！我真的都服你了，多浪费呀、啊！没那么砍了，我砍人家树都砍了。这香蕉确定是你朋友家的？是啊。啊，你确定没有事啊？砍一把香蕉，把人家树都给砍了。你看，真的是可怜。没刀。尴尬，翻车现场啊！这个香蕉是砍不下来了，只好把它掰下来。砍都砍了，就不要浪费啊。搞了200就够了，不用太多了，吃不完也浪费。